新版乌鸦就几十万，一波团连续放了五次大招，无限大招无限触发残翼，对面人都要被炸晕了。众所周知，新版本的乌鸦正式上线了美特服，这次乌鸦的重做方向就是将乌鸦变成单人线英雄，因此除了增加一技能命中率以外，设计师还对乌鸦的大招进行了加强。新版的大招不再是只爆炸一次，而是每十秒炸一次，并且可以享受到本身技能急速的影响。比如这波团战，乌鸦一个人就炸了五次大招，直接把伤害拉满，对面只要被减速就跑不掉。而这个改动也弥补了乌鸦最大的短板，那就是爆发型伤害。之前的乌鸦根本秒不了人，而如今有了能无限爆炸的大招，强度立马飙升。并且新版大招和残翼之间的联动效果也非常给力，因为残翼是大招造成的单对伤害越高范围就越大，之前的乌鸦触发了残翼也只有小小的一片，而新版的乌鸦每次大招触发残翼都能覆盖很多，完美享受到残翼提供的10点减魔抗，变现的增加了乌鸦的伤害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觉得新版乌鸦的强度如何呢？